老友万岁来到尾声，美方一再作恶，谁能识破他的奸计？你知不知道那美方要把千岁之家的地皮卖掉？那地皮卖了，那老人家怎么办啊？心心心力交瘁，谁能攻破他的心房？我希望你给我机会教个女孩一意思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支持你。周末剧场老友万岁结局篇，每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，4集连播，8度空间珍惜家中宝播出。